举到了正直杀人的这个故事。其实每一个故事啊，都可以给人呢很多的启发。比方这个故事里面每一个人物啊，都是可以启发我们做人的道理。比方有三个人来传正直杀人了，他们怎么传话，对不对？他们有没有确认？没有，这叫道听途说。假如正直的母亲听完以后说：“啊，我不想活了。”哇，那你可能这个乱传的话，给人家出成大错，不可挽回的结果都有可能。讲话要负责任，不确定的话不可以乱传。所谓见为真，勿听言；知为地，勿轻传。所以表这个《弟子规》里面呢，光是谈言语的修养，就快占三分之一了，太重要了。再来，真实的母亲呢，也给我们行事，能不能在任何的状况啊，对自己的孩子的信任都不会改变？能不能在任何的状况，对我们的另一半的信心都不会改变？对我们的父母，对我们的亲朋好友都不会怀疑？这个很重要，因为世间很多啊，家庭人与人的悲剧啊，就是因为听信谗言，就很麻烦了。当然，从真实的角度，从当事人的角度啊，不是去要求别人相信我，我们有没有做出自己的行为啊，能够让我们的父母面对任何的谣言都不会担心我们，都不会怀疑我们，我们做出这样的行为，能不能让我们的另外一半不管面对任何境界都觉得我先生呢，我信的他不是这种人，我太太不会这么做的，我儿子不会这么做，我女儿不会这么做的。我们有没有做出这么值得我们亲人朋友相信的德行行为出来？这是我们要努力的。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孔子劝导他的学生，说到父母为其妻之忧，只有在生病的时候父母才担忧他，可见得他的德行很过关。家庭啊，夫妻啊，事业都不用父母操心，这不是一个为人子应该达到的标准，让父母真正的宽心不担心。第一个是问我们能不能做到让人信任，再来是啊，我们真做到了，人家不信任我们，我们难不难过？会不会在棉被里痛哭流眼泪？这孔子啊，一开头就告诉我们，人生哦，哪怕你做得再好啊，也有人批评我，也有人怀疑我。这么说就想到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。我们做这些事都是我们应尽的本分，并不是要去求人家肯定的。既然没求人家肯定，人家怀疑有什么好难过的？人家怀疑我们会难过了，还是我们好面子，有得失心在里面啊，不是他让我们难过的，是我们自己的这颗得失心让我们难过的。
君子的心境，君子耻不羞。
持我们，我们当天回去给我一杯酒，咕噜咕噜咕噜，借酒消愁，愁更愁。那不是君子哦，君子是呢有能力做这个事情，人家不用他，他还是自在。你看孔子一生呢，圣人呢得不到人家重用，孔子有没有躲起来偷偷哭啊？没有。孔子说：“饭疏食饮水，每天吃青菜豆腐，屈肱而枕之，这个手直接折起来当枕头用，乐意在其中也。虽然物质没什么享受啊，每天深交古人啊，法喜充满，不义而富其贵，跟道义不相符而富贵了，与我如浮云，我一点都不动心。”所以没被重用了，孔子还是有跟圣贤深交的快乐。所以很多人说，哇，孔子好可怜哦，一辈子都没人用他，他一定很难过。这个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是真的，孔子言辞都做到了。有圣人的学问不被用啊，都不难过，这才是君子。所以今天有能力没有被用了，别人选上了，不止不难过，很有风度，恭喜人家欣赏人的同仁，这才对了。好，所以每一个故事啊，其实都含涉很多人生的哲理。而且每一个故事里面的主这个角色啊，都有值得我们反思的人生态度。那我们能这样善学哦，听一个故事哦，心境都能有很大的提升哦，不能听成左耳进右耳出哦，然后听到最后很熟了。人家一讲第一句啊，我听十遍了，接下一句，可是什么收获也没有，那就学成鹦鹉学舌啊，就只会你好吗？你好吗？就只会讲那个话而已，那个话有没有利益自己的心性啊，就很难讲。所以读书贵在变化其实，把这个故事，把这个文章里的道理领纳心上的，化成言行了，他的心性就不断提升了，气质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我们在想说，哎，我学弟子规学古文学的怎么样，问问别人就知道了。哎，假如这个亲朋好友，哎，我觉得你最近变年轻了，最近哦，好像挺有书卷气。哦，最近看你好像慈眉善目，哇，那你这个学进去了，哦，道德学问有提升了。好，好，我们接着看这篇文章。这个马原劝了他的两个侄子，不可以好议论人长短，妄是非正法。我那个心情啊，非常的恳切，就像要嫁女儿出去一样。这个说到这嫁女儿，你们笑什么？我也是有经过嫁，不是经过看过人家嫁女儿，是吧？我自己姐姐出嫁的时候，我也是全程参与的，所以不要怀疑我的经验。我就想到方子美容的总裁刘芳总裁，前不久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了一堂课，我印象很深。他要出嫁的时候，他父亲也是
境界里呀、啊，身父母的戒呀、啊，给他提醒。你要家人哦，要开始干活喽。其实这个干活更重要的，就提醒你要成家的人，要不分彼此喽，不要计较喽，能多做是福哦。虽然是三个提醒呢，这种心境能建立起来，这婚姻应该就没问题了。成败都在心态呀、啊。第二个提醒，要嫁人呢，不可以给人家添麻烦。这句话真要听进去了，马上注意了。我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是利益这个家，还是给这个家添麻烦？真听进去了，不会摆脸色给公公婆婆看的，不会摆脸色给家人看的。那一摆脸色的话，女人一家子主妇啊，影响太大了。大家看这个安乐的安怎么写啊？一个女人在屋檐下安呐、啊，哦，这个女人呢安在家里啊，用心在家里，这个家就和乐了。女人只要不在家里了，这个家就鸡飞狗跳了，啊、哦，生活都成问题了。啊、哦，你说男主人两个月出差啊、哦，这个家没啥事。女主人两个月出差哦，那回来可能进狗窝都说不定了。当然哦，这个妈妈要从小让孩子都能够独立生活了，就不会有这个凄惨的局面了。但是确确实实的，女人在家庭里面呢，有形跟无形的影响非常非常大，不可能添麻烦。这个不添麻烦，首先呢，一定要先把脾气呢改过来。这个人年纪大了，你给他摆脸色，他一个礼拜都缓不过神来呀、啊，就吃不下饭了、哦。所以我们嫁过去之后呢，公公婆婆越来越瘦，就要检讨了。哦，嫁过去以后，公公婆婆每天越吃越多，那就对了。那个孝心啊，他每天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就越吃越多了。好，所以第三个不可以给人看笑话啦。这句话分量很重啊。我们是父母的延续啊，我们是代表父母啊，嫁出去的女儿是个孝妇啊，所有人都说：“哎呀，是自家的女儿啊，这个妈妈太了不起了，这个爸爸不简单啊，传千里啊。”所以，一个女儿孝顺公婆啊，这给社会啊最好的影响，她的父母啊，赢得整个社会大众对她的。所以交代这句话呢，女儿就，哎呀，我不能给我父母丢脸，给人看笑话不行。人有羞耻心呢，德行就不断提升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失敬节礼啊，身父母之敬，不只是长辈叔叔是这样，包含朋友之间，包含晚辈。哎，他要上大学了，应该给他这些提醒。你去了应该怎么好好读书，这四年你好好扎下做人做事的根基、啊、你就利于社会无碍。这个孩子从还没进大学就形成了这个好学珍惜时光的态度，跟没人告诉他就这样挥霍了四年，
那是天长之别。所以有没有人教育提醒啊？那个人生走去了不同，所以人生总在遇缘不同啊，而决定了他的人生的成就啊。那我们也期许自己啊，是别人人生的好姻缘、贵人，尤其是我们自己的亲戚朋友。我爸和朋友要结婚了、啊。赶紧告诉他婚姻的意义是什么，为什么要喝交杯酒，是吧？婚姻是上一世重要，下一季后事，承先启后啊，尽孝道啊，对社会对民族太重要了。哎，他进入婚姻就是非常有责任的态度，包含他找第一份工作，要从此要为人臣子、为人员工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们长辈赶紧提醒他怎么样敬重。他可能少走很多弯路。所以我们珍惜啊这些可以启发亲朋好友的这些时间。时机点很重要、他还没有结婚，你给他讲一大堆，我要睡觉了，真啰嗦，是吧？有时候人还没遇到那个情境啊，他那个好学的态度还没起来，重视的态度还没起来。好，我们接着看，接下来马原先生呢、举了当时候的官员来呀、劝勉他的侄子效法他们，或者以当时候的人呢来警惕自己。其实古人呢很会教育，他先把道理讲明白了，还直接举历史人物或者当下的人呢，让他能很直接的、很能感受的去理解这个道理，因为这个都是他很熟悉的人啊，甚至是身边的朋友啊。有时候我们在讲一些例子的时候，他们一听还是很有道理啊，谁做到了？没人可以举啊。有时候人呢、这个就分别了，哎呀，那都古代人才做得到的，现在做不到了。所以这个时代哦，真正贡献社会哦，那是真孝子、真丈夫、真的忠诚，那真是对社会太有贡献了。社会就觉得，哎呦，还是有这种，我们应该效法学习。所以这里提到啊，龙伯高。敦厚周身，口无遮言，谦约节俭，廉恭有为，无爱之重子，愿出朝孝子。这个龙伯高先生，这个伯高是他的字，他是名叔，叙述的叔。这个龙树先生，他是敦厚，就是非常厚道、非常实在的人。周慎，周到、谨慎。其实谨慎在一个人一生相当关键的修养。所谓这个盖棺论定。人能够很谨慎的保有他一生的好名声，但是假如不谨慎的，可能年轻的时候很有作为啊，那后面不洁身自爱啊，就晚节不保了。而当自己的德行出状况了，自己没有好名声之外啊，可能连家庭都要牵连，甚至破碎掉都有可能。所以
时候，这个家的家道沉船不会败亡掉。所以《弟子规》里面讲，首孝悌，次敬信，敬慎，还有言语的修养，这个都是攸关一个人一生的成本。所以我们看这些家书里面呢，一而再再而三提醒的都是这些同样的道理，周到谨慎，口无遮言，这个是孝经里面的话。就是一个人呢，他从小读圣贤书，一言一行都非常的谨慎，自己有没有符合圣人的教育。所以孝经里说，非先王之法书不敢书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，所讲的话一定要跟经典相应，我不可以乱讲话。非先王之德性不敢行，而一个人从小的言行都是这个态度，他长大以后怎么讲都跟圣贤的教诲是相应，他已经习惯成自然，他讲话不需要太去斟酌，一讲出来统统是真实真经，都在经典当中。所以这个口无遮言哦，是这个修养哦，不是哦拿起话来乱讲。好，口无遮言，谦是谦虚。六十四卦里面呢，只有一卦是六爻皆寂，就是乾卦。而且人不谦虚一致满，他的德行也好，他的事业也好，就要出现瓶颈，甚至啊要失败了。所有的事情成呢，都因为恭敬；败呢，就因为傲慢。约，约就是有节制。我们上一次也跟大家讲到的，不止是钱财方面呢要节约，包含饮食也要节度，不要吃太多，把肠胃都给吃坏，还有一些嗜好啊要节制，太多嗜好啊把精神呢都给耗损掉，这个都有节约的精神在。包含交朋友啊，不要滥交一大堆，酒肉朋友，应该节约啊，交几个知心朋友，以文会友，以友服人，这些好朋友辅助我们的仁德的修养不断提升。包含这个思虑啊，也不要太多，思多邪气衰。平常呢清心寡欲啊，这样好。这里提到的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啊，他希望子子啊都是敦厚周身，言语也谨慎，谦虚简约，节俭。而且这个节俭呢跟廉洁很有关系，俭以养廉。一个人不奢侈了，他的欲望就淡。可是假如他已经奢侈习惯了，很需要钱，他一当官呢可能就守不住了。所以古人都有看到啊这些连带关系，从小让他呢生活不铺张不浪费，往后啊才能是个清官。接着又讲到呢廉恭有位，这个廉是清廉，恭是公平。而一个人真正呢能做到公正廉洁啊，这个位啊就是很自然的道德的位。老百姓底下的部署啊，见
存有一段话讲得非常到位，利不为无言。这个利呢，就是指自己的下属官员或者部署，利不为无言而为无廉，民不服无能而为无功，廉则利不敢欺，功则功生名，廉生威。古代当官的人，他要面对他的下属官员，他还要面对老百姓，而他面对他的下属，下属不是敬畏他，哎呦，好凶哦，好严格，不是。敬畏他什么？他的廉洁，他的德行。老百姓呢，不是服他，哇，他的才能好高哦，而是佩服，哇，这个县老爷真正是公正啊，平等啊，不偏心啊，公正之王为公，廉则利不敢欺。上位的人很廉洁，底下的人他就不敢偷鸡摸狗了。公则民不敢慢，非常公正为民，老百姓看到你佩服你，他不会轻慢。所以公生民，一个人越公正了，才不会被私心给牵动，处理事情才能清醒。地狱会熏心呐，眼睛就看不清楚，不公正。廉生威，廉洁有什么，就很有威信了，人家就非常敬畏佩服他。那我们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就想了，那是当县太爷，那是当官呐，我又不当官。好，那我们说一个企业王国，这个道理想不想通？通啊，他是总经理啊，谁是利啊？经理啊，科长啊，那都是利啊。啊，人民呢，基层员工都是他的老百姓一样啊，甚至是他服务的客户啊，这个都是相通的道理。所以我们老祖宗这些都是心性的学问啊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啊，这根不变啊。好，所以他这个叔叔啊，觉得这个人的修养非常好，所以他说我爱之，非常敬爱他，重之，也很器重他，愿除曹，希望你们呢、效法他。杜季良豪侠好义，这有另外一个当时候的官员叫杜季良，他是叫杜保，保护的保，豪侠好义啊，很讲义气，忧人之忧，乐人之乐，这很有义气啊！看到人家贫苦了，被人欺负了，他就帮助啊，打抱不平哦。清浊无所事，这个字无所事就是他跟善人恶人，用现在话讲的，他跟黑道白道这样的人打交道啊，进退啊都得以，连黑社会的呢也跟他挺好的，
三教九流的人呢、啊，他都交朋友。父上之客，他的父亲死的时候、啊、来吊唁的客人数郡必至，哇，好几县的这个郡呢、啊，用现在的单位应该是。在大陆的话就是市，好几市的人都来了，不是县而已，是市。吾爱之重之，我也是很敬爱很器重，但不愿主朝效之，我不希望你们学他。为什么呢？接下来就具体讲了。你们效伯高不得，效法龙伯高啊，学的不像啊，尤为谨慎之事，还能是一个谨慎的人，虽然没有能够像他一样，但也不会差到哪里，还是会有修养。所谓科胡不成，尚被误者也。这个胡啊，是指像雁那个大雁，比雁还要大的鸟。我们说鸿鹄之志，就是这个字。一般讲啊，天鹅啊，你要磕一只天鹅，这么大的鸟类啊，磕不小心磕坏了。尚被误者也，最起码他还有点像鱼呀、啊，这哦，误是这个意思。你今天效法孔子，每天孔子怎么做人，怎么处事，你每天去学，哇，没有学到孔子，最少是谁呀、啊？最少是孟子哦，最少也是贤人吧，是吧？再不好，不会不是君子，绝对是君子。啊，你取法乎上嘛，得乎其中嘛。但是呢，假如你们是效法杜季良，效季良不得，现为天下伯奇无子。这个现就是可能你就变成了。伯禽子就是轻率谦稳重的人、啊、所谓化虎不成反类狗者也，这个画老虎啊，画得不好，结果画成狗了、啊哦、那就很不理想、啊、就是学他这种讲义气啊，学不好啊，可能都是跟三教九流在那里打混啊，每天在那里一人长短、啊、群居众志，无所用心，好行小会，难以在了、都是动一些小聪明就麻烦了、哦、所以这里啊，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一个人要有成就啊，谨慎稳重重要。以前教孩子是从小就教稳重啊，更不能轻浮乱开玩笑，怎么行呢、啊、接着又说到的七斤计量尚未可知，七就是到目前为止，这个计量呢，他这一生到底是什么功过，什么盖棺论定啊，现在还说不准。古代常说盖棺论定是很有道理的，人不到最后一刻很难讲，可能老年的时候遇到一些境界啊，这个立命于一生，失之则顷刻之间就毁了一生的情谊，所以谨慎很重要。立命
凡是在弘扬文化的人呢，那就要更谨慎。年纪越大，可能人家越尊重越信任我们，结果晚节不保，害得很多的人都丧失信心，就麻烦了。而且人呢，这个正气一不足啊，邪马上就上来了。所以每天不能不读经哦，重编，不然邪气上升哦，这个可能就做出啊毁了一生的邪不足。哦，你比方说男子啊，这个老年呢要注意哦，不能入花丛。真的很多那个一般的人觉得哇，好老实的人哦，沉默寡言啊，结果五十几岁出事的很多。所以人有时候都不会看，看起来都不讲话，其实啊心里面都小鹿乱撞。看人不能看表面，而且这个老的时候再出事啊，那真的是麻烦。所以老年入花丛呢，横批必死。哦，无疑。哦，这个就真的是自己一身清明没了，可能啊，这个家里人的头都抬不起来，就麻烦了。所以我们的身体啊，是所有爱护我们人；我们的德行啊，也是我们父母、我们妻儿啊。都是一体啊，相连的啊，我们有德了，他们都欢喜增光啊，增光啊，我们无德了，他们都暗淡了。好，所以讲到了他现在这个情况还不知道。郡将下策则且止，他以后会怎么样呢还不清楚。可是现在的状况是郡里面的这些官员刚到任，首先都先打听了。刚到任就说那个杜敬良这个小子现在怎么样，有没有这个乱批评了，就是到任的官员呢都先在打听他的情况了。而且打听的时候则切齿了，这小子又在给我找麻烦，又在批评了。这个切齿就是痛恨。周郡以为言，周郡这些官员呢，以为言就是常常都把杜季良拿来当话题讨论的。所以他可能以后有什么状况啊，这些看他不顺眼的人就会找他麻烦。所以出事啊，还是要广结善缘啊，不要因为言语啊得罪太多人。出事还是慎言，还是低调好，那才能长久。所以无常畏寒心，所以我常常啊替他很害怕、很担忧，是以不愿子孙孝也。所以不愿意啊，你们去学他啊，这种豪侠好义啊，这种处事的风格，我不希望你学他啊，所以啊，不愿你们呢啊，子孙孝顺啊，孝廉。好啊，这个是借兄子言敦书和马云给我们，他马云写给他两个侄子的信。那我们接着呢来看一篇德育古鉴的78页。看一个实际的例子，78页最后一行，谢赫，这个都是有名的
羊为什么这么有成就呢？我们看都是他父母教导。谢赫与宾客谈人之长短，其母在屏后闻之，他的母亲刚好在屏风后面听到儿子跟朋友都是在议论人家的长短事，他的母亲啊很生气，心生客去，斥责一百，打了他儿子一百大板。或劝之曰：“这可能旁边的人看了，亲戚朋友就劝了，张皮一横情，何则之重？”就一般的人呢，这个张就是三，皮就是恶，一般人心里面都有他的善恶啦，哪些人善，哪些人恶啊，这也是很正常，一般的人都会有的。你何必斥责他这么重呢？母曰：“孔子爱兄女，孔子爱护他哥哥的女儿啊，必取三夫白圭之事。”帮自己的子女找丈夫啊，找的是什么丈夫呢？后面就有提到说《论语先进》第十一里面提到南种，这是孔子的一个学生，我们接着看后面这一段。三夫白圭，这个白圭啊是指《诗经·大雅·一之篇》里面一篇诗，其中里面提到呢，白圭之殿尚可摩也，诗言之殿不可为也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在一个白圭很好的玉啊，上面有瑕疵，你还可以把它磨掉，可是讲出来的不好的话，侮辱别人的话，或者呢批评别人的话，一讲出去呢，人家记恨终生呢，你就没有办法改变。不适当的言语啊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啊。所以这个南容读了这一句之后呢，重复读了三遍，就代表这个南容觉得这句话很重要，他的心呢跟这句话是很相应的，也透露出南容之处是非常谨慎的，表现在言语上。所以南容一直三夫四远呢，世间家语，这是孔子家语里面呢都有提到，盖深有益于简言也。所以后来确确实实这南容的修养非常好，能够邦有道，所以不废。这个国家邦国领导人是有德的，有道的，他能发挥得很好。但是邦无道，纵使是领导者是很无道之人，因为他很谨慎，所以可以免祸。就是谨慎的人哪怕在乱世啊，他也能全身而脱。找这样的人当女婿啊，当丈夫好啊。你假如不谨慎啊，这个太冲动的可能在乱世就要出事了，到时候可能就是儿子丧父啊，妻子丧夫啊，父母丧子的悲剧啊。好，所以这里提到，所以我们从这里啊，感觉以前的妇女啊，很识大体啊，张口就是孔子说的，是吧？
教孩子啊，我们当父母的人教孩子，什么时候开始用孔子说啊？好像孩子都二十几岁了，还没开始孔子说。所以真的，长学问重要啊，长智慧重要啊。那孩子，我们的学生不等我们啊，我们早一天有智慧啊，早一天能帮助他们。所以今我独有一子，乃出于望一人之长短，其义是其保身之道啊。这怎么是保全他的生命，保全他的身家，他的家庭之道？因涕泣不食，他流着眼泪啊，不吃饭。贺惧，其实这个母亲很伟大，他知道这个对他儿子一生的成败太关键了，一定要儿子就在这一次当中绝对要记住，不能留下一次。其实人不面对过失啊，基本上是改不了。阿妈还有什么了不起？有什么大不了？没事的，就是改不了。所以他儿子看到母亲这么样的激动啊，这么样的严肃重视，非常恐惧啊，痛之改悔，从此以后不敢再犯这样的错，足为明主。后来他儿子道德学问非常好，也是大官。所以善护口业，不及他物啊，很重要。而且人的言语啊，无形当中讲的都是好话，都是鼓励，都是赞叹，都是真诚的，给自己结交很多善缘，产生很多助力。讲的话都是批评，都是恶语，无形当中啊，给自己埋下很多恶怨，人生会有很多阻力产生。所以一言兴邦啊，一言伤邦啊，言语的影响非常大。好，所以这一本《德育古鉴》呢，很好。这个词教篇里面的这些圣贤人的父母啊，那都是真有见识，才能教出圣贤的。而今天这一篇文章，其实主要的在谈言语的修养。所以，我们接下来啊，来就言语的修养，跟大家再进一步深入来学习啊，从经典当中我们可以体会的方方面面言语的修养啊，不单是议人是非啊，议论政治而已啦，包含什么话当说，什么话不当说，怎么去劝谏他人。怎么样讲话才是谨慎，才是厚道，才是公平？怎么样讲话才是对的方法？怎么样讲话时机才正确？好，这个在《弟子规》当中有一句关于说话的修养，也在入着相。轻有过，见是根；疑无色，柔无声；见不入，悦复见；豪气水，踏无怨。这经文啊，我们假如读到，我说：“哎呀，这一本《弟子规》很好嘞。”读着读着体悟越深了，哎呦，这一句很好呢，再过两个月，哦，这一个字很重要呢，那就读出味道来。我们看，轻有
见识。所以我们劝亲人的目的是什么？希望他能改过来，是不是？这是不是我们的目的？是我们的存心啊，为他好啊。可是大家注意哦，我们劝人劝到最后，气得半死，跟我们本来要为他好，希望他改的目标一不一样？不一样。有没有人亲有过见识自己气得半死？所以人哦，做任何事情都要很清楚，我做这个事的目的是什么。有时候做到一半呢，通通被自己的习性啊、脾气就拉到旁边哦，绕半天，三年五年都不回来这里了。哎，有些兄弟姐妹啊、亲人啊，劝他，对方不能接受哦，三年不讲话了。所以讲话得要很清楚自己的心啊，我的存心是道。过不归，道良归，这是我应该敬的。他能不能理解，不是我去希求的。他不理解我，我也坦坦荡荡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言语是道义，言语是慈悲，为他着想，这是初心哦。一无色。柔无声，这是心态哟，是吧？亲有过见识根，然后火冒三丈跟他吵架，那就达不到这个目的了。应该是一无色，一无色，表情要很和蔼哦，要很柔软哦，声音要恳切哦。不是气急败坏哦，不是很冲哦，不是要听就听，不听拉倒，不是这样。一无色，柔无声，谏不入，就劝的听不进去，越分解。哇，你看这每个字都有味道啊，越。越是什么时机点找好啊，等爸爸妈妈高兴一点了再提醒再劝呢、啊。他已经很生气了，你还火上浇油，那就烧得更厉害了。越是时机有负，负是不厌其烦的耐心。劝人真的是要有耐心，越复见，没有耐心哦，那个身心都是假的啦。真心一定不会变的，那要劝两次之后变成恼羞成怒了，这是生气了，都不对了。所以我们到底是不是真心哦？就从这一些境界就考出来。越复见，豪气水他愿，就是劝到父母都不能接受呢，最后是这样，再继续下去，那可能这个家就毁了。这个时候没办法，使出浑身解数，大男人也坐在地下，我不管了，豪气水。哎，这个真的，古代有，现代也有。古代唐太宗啊，他的爸爸带兵啊，有一次那个策略作战策略是铁定会全军覆没，他劝不动他爸，最后呢当天就要出发了，他就在那个军营外面就哇哇大哭啊，终于把他父亲给哭醒了。可能他爸也想，哎呀，这个大男人还哭成这样，可能还真是得稍微注意一下。这个是不得已了，只能这样，豪气水了，而且踏无怨了。
劝父母，父母不理解了，还责怪你，甚至还打你了，你都没有任何怨言。最近的就有这一个真实的例子，他的父亲六十多岁了，还要娶二十多岁的一个女子姑娘啊。他爸爸一生的名节很好，结果他儿子说我父亲这么做了，以后一定后悔。他就使尽全力阻止他爸，结果他爸爸还打他，打得很凶啊。最后真的被他阻止下来。过没多久，他爸爸冷静了，回过头来啊，感激他的儿子，谢谢你那个时候坚持了。他爸爸一冷静了，哎呀，我假如真这么做了，那我一生清明了就完了。所以这是真的是好几岁的他无缘。好，所以我们从这一句啊，再把它分开来跟大家来交流，就是我们言语的存心，言语的态度，方法，还有言语所产生的影响。我们从这几个方面跟大家来探讨。好，我们先从存心，因为言行呢都是跟心分开的，所以存于中，行于外。真诚是重要的，言语存心。人真的真诚的，哪怕没什么口才啊，人家听的还是很能接受的。大家有没有看过徐哲女士谈话？她有没有口才？她讲话很朴实啊。你都帮助人了，谁帮助你？她说我不用照顾我自己，老天爷会照顾我。他又没有说子曰是吧？都是老天爷连这么朴实的话，听了人很容易接受。所以这个是真诚的存心，还有处处为人着想的慈爱慈悲心。包含讲话呢，不可以了。违背良心，凡出言行为先，诈与妄奚可言。所以要真诚不虚伪，虚伪的心呢就不对了，欺诈的心呢就不对了。所以4500年呢，老祖宗也教会我们言中信。言语是什么心境？中就是尽心尽力，他一出口啊，就是为了利益。我讲的话能不能帮助他？能不能劝告他？所以《论语》里面讲啊，忠言能无悔乎？言语也是敬重，《论语》里讲忠言，对一个人敬重，怎么能不尽力的？这个悔就是劝谏他，因为人都非完人，每一个人在人生的过程当中，可能都会遇到他的瓶颈，他的触点。这个时候啊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我们身为亲朋好友啊，就要尽这一份忠诚，怎么能够提醒他
才不讲他，我不要得罪他。那这个有没有中？没有中啊。那这种朋友其实都是表面朋友，关系都是很淡的。好吧，弟子会讲，过不归，这个就是道义了，道义的心啊，忠诚。时时提醒自己，我们的言语是不是都从这些存心出来？假如不是从这些心境出来，难怪劝不动人，难怪还冲突。从根本找到言语问题的根源，包含言语要厚道，不张人短，不炫技长。不张人短，就是厚道谦虚，不炫技长，这不傲慢。而且古代人一言一行，他都是带着什么？带着一种使命责任。从哪里看到《孝经》里面说的，君子出人出世待人，言师可道，行师可乐。做得意可尊，做事可法，容止可观，进退可度，以令其名。你看他一言一行一举一动，都是想着要给天下人做榜样，要给人民做榜样，这样的责任使命感。所以是以其名，为而爱之，责而相之，非常敬畏爱护他，而且以他为榜样。这是圣贤人一言一行的态度。所以后面举了《诗经》的一句话，俗人君子其仪不特，他的威仪啊，言行是不会有偏差的。这个特就是没有错，不会草率，不会轻浮，不会放纵。这个为什么之前言之可道啊？这个是言语，一言一行啊。这个可道就是讲出来的话是可以成为当事人的道德标准的。所以我们再举另外一本经典，就更能凸显言语的态度。仲雍讲的“动而思为天下道，言而思为天下法，行而思为天下者”。一言一行啊，都要想着给我的后代当榜样，给社会民主带一个好的头。那诸位学长，我们看到这些警句啊，反观我们自己啊，我们每一次要讲一句话，有没有想到给我的孩子当榜样？你们怎么无辜的看着我？这个我帮不上忙哦。好，所以这个是从这些经文当中啊，我们可以体会得到圣贤的言语的心境和存心。接着我们来谈态度，言语的态度。第一，言行一致。是这样的，面对言语的态度，
中庸里面讲到言固信，信固言，君子无不昭昭。中庸里面讲到的一讲话就能顾及到我讲了能不能行，就是做到，不能给人开空头支票了。信固言，自己在做的时候呢，马上想着我做事过程当中讲的每一句话，我有没有关照到是不是的，讲出去了言行有没有相符，不然就变骗人了。所以有了这种言固信，信固言的态度，这君子胡不就是照照，就是非常的严谨实在，走走就不会给人张扬，不会给人浮华，讲大话不会这样子。刚刚我们复习一下孔子劝子路的话，先行其言而后从之，这个也是言行一致的提醒。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，君子觉得羞耻的事情是他言过其实，名不副实，他觉得很丢脸。我们看论语中庸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言行要一致，不然呢，我们学圣贤教诲可能学到最后都被伪君子就不好了，装个样子给人看，到时候被人看破了，不值一文，甚至于都否定掉经典传统文化，就麻烦了。所以这么多次的提醒，真的我们不能不注意的。又提到古者言之不出，古代的人很淳朴啊，不会随便讲话，耻公之不逮，怕讲出去没做到。所以我们一开始学习传统文化，师长劝勉我们做到再说是圣人，说了以后能做到是贤人，说了以后做不到啊是骗人啊。我们可不能学到最后的到处骗人，这不是我们的出发心呢，我在提醒自己。所以跟别人分享啊，每一句经文最最重要的，好好再提醒自己一次，还是重点的。好，这个是言行一致的态度，带来啊要谨慎。我们今天呢提谨慎，不少吃了。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而且是口无遮掩呐、啊。口无遮掩最重要的意思呢，只要讲的话，一定跟经典相应。这严谨啊，随顺圣贤教诲，不随顺自己烦恼习气说话。孔子做到了，孔子说的。述而不著，严谨。我所讲的话呢，依据古圣先贤道统讲出来，不是我自己胡乱讲的。述而不著的态度，我们一开始学啊，也有这个精神。所讲的一定跟经典、跟孔子、跟师长的教诲相应，这样才对。人呢，一开始就不老实、不守规矩，铁定学不好。再来呢，是非以无情，苟轻诺，进退坐。而且啊，人一高兴的时候不要乱讲话，人很生气的时候呢，也不要乱讲话。叫
生死中悟学的，一高兴啊，这个都给你没问题，到时候酒醒过来了就赖皮了。生死中悟学的，盛怒中悟达人处，很生气的时候气死我了，写一封信寄出去，一寄出去就后悔了，人家一大看我这一辈子跟你没完没了，不要盛怒中气死我了，骂他个痛快，打电话嘎嘎嘎嘎，一骂完就麻烦，你可能就跟人家不是要纠缠多久，忍得一时之气啊，免得百日之忧啊，一时的愤怒收不住了，几年的交情完蛋了，而且还造成自己朋友之间的很多的是是非非，包含了见未真悟轻言，这个都是精神的来的，还有凡人上升王家，言语占了八分，你们都不写啊？你们这个句子都很熟了是吧？果然是有来历哦。凡人上家王生呢，言语占了八分，家丑不可外扬，这也是精神。家丑外扬呢，叫做自取其辱。有没有哪一个人把家丑讲出去的？人家说我真是太尊敬你了，太佩服你了，你连爸爸妈妈都敢骂，有没有这种事？没有啦，人家更瞧不起你，不止瞧不起你，还瞧不起你一家的人。所以这个家丑不可外扬，这个都是言语的精神。好，这个今天呢，先跟大家谈到这个，我们下一节课呢再继续来讨论这个言语，我们把它好好啊交流一下，汲取圣贤的这些经验，我们人生呢少犯错，少走弯路。好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阖家平安。